各委员会的委员哈，跟大家致歉，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继续休息到10点钟，谢谢。
好，跟委员会报告，由于我们今天出席的人数不足哈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议程呢所列的个案，我们会另外再定期的讨论。所以本次的会议延会哈，造成大家的困扰，我们在此致歉。那会后呢，结束之后，我们国民党团呢会立即在现场来召开一个记者会，我们请媒体能够留下来采访。那我们请现场所有今天出席的各单位可以先做休息哈。再次的，我们跟大家致歉，谢谢。那我们请各位媒体留下来，做个我们立即的记者会，谢谢。Hello, hello. 大家问一下，好，我叫他。